不，百寿宫呢就比较便宜，八定就比较，八定是叫我们华文叫鱼王吗？八定就比较、没有，八定在巴萨买很便宜的。对，你那个是养的八定，3块钱一 kilo， 那不同。那个肉就 OK 啦，好了，还容易也它也不用讲。你手里带就是便宜。你跟不家一样。他的法国村，人家都喜欢在那拍照了。OK， 法国村。你外面那个边境啊？啊，整个。OK， 发售发售。这边呢？认了。